Good morning, President Joe Biden, Secretary Antony Blinken, 今天早晨呢 ，this morning 呢 ，good morning 啊，今天我在这里啊，在做一个即兴发言，想要对这个朱立伦的这个访美，这是一个好戏连台嘛。现在这整个这个我们站在这个国际这个大台上，我们怎么样子给这个拜登和这个布林肯制定这个战略？什么战略呢？投资、协同、竞争，这个战略环境，这个是纲举目张，就是把这个怎么样的建立这么一个未知结构，两难选择的未知结构，然后在这个未知结构张呢，目呢就是四不一无一，啊，就是按照我们来说呢，就是不搞冷战啊，不寻求对抗，啊，不改变中国这个体制，同时呢，在这个不支持台独。无意和这个大陆呢，给大陆那个发展呢制造这个制造冲突，那么这么一个环境就好办了。这个有这么一个四个前提，这个前提，我这个是我们的承诺，这个是美国对中国对全世界的一个承诺。承诺是什么呢？所以呢，我们。commitment， 对吧？承诺就是一个 commitment， 对吧？它是一个用的取信于民的这么一个承诺。但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作为美国的外交家、国家的 president， 还是这个都是要搞清楚，我们面对的是对象是谁。我们对华政策的面向是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是对的，主要是对的是主要的一个主要的关键人物，就是 President Xi， 就习近平，啊，和这个 Communicate 这个 Party， 就是中国共产党。他这个中央的政府 government， 这个是国家对外的外交，是对的是国家。那么中国国民党是什么呢？是人民，是中国台湾人民，就是 people， 就是对待中国国民党的关系，就是台美关系，就是 ACT， 就是把它纳入 ACT 这个台湾关系吧，台湾人民与美国人民的关系。那好，这个关系要摆正了之后，这个定位搞清楚以后，所以呢，我们对这个对待这个对华的政策就不会偏了。为什么就不会偏呢？就一个中国政策就不会偏了。所以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对待外交，对待国家是 Republic of China， Republic of China 的代表权的这个 government 是谁呢？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的 government， 就是要代表中华民国的政府是谁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他的法人代表就是 President 习近平主席。那么对待蔡英文，对待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这个什么呢？叫 Party， 叫做中国这个 Party， 一个民主党派，也就是纳入的是台湾关系法，
就美国与美国与台湾关系，台湾 relationship 啊，用处理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来处理这个朱立伦的来访啊。你人民和美，你亲美也好，你亲中也好，你亲日也好，这是你台湾人民的一个态度，人民的取向啊。这个就是呢，这个现在两岸关系呢当中呢，啊，国民党能扮演什么角色呢？啊，就扮演一个人民的角色，而不是敌对双方敌对的团体这个角色。所以说呢，啊，我们现在关于台海之间的战争问题呢，或者内战问题呢，那个不是美国要考虑的问题，美国要考虑的是个。啊，第一个，美国的投资、协同、竞争，这个投资这个三个关系，投资考，美国要考虑的是四不一无一，不搞冷战，不寻求与对大陆对抗，不寻求冷战方式，不支持台独，这就是美国的态度。好。你有了这个底气，这个问题就好办了。就台湾的问题啊，台湾的领土所属的问题，啊，战争的问题，这个叫做我们叫做中国内部的事情，中国台湾内，就是中国主权内的事情，啊，这个问题呢，就叫做美国呢过去要重新来包装这个台美关系。那么就是我遵守这个承诺了，我遵守这个台湾关系法的承诺了，我遵守这个台湾人民的承诺，我同时我承认这个台湾这个土地是属于中华民国这个土地呀，也就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华民国这个土地，这是美国应有一个立场。那么这个美国的立场呢，啊，就是啊，维持。中美就是按照那个呢，维持中美关系这个友好关系。这个呢，我们首先要讲呢，这个要认清这个识时务者为俊杰呀，你就是要搞清楚啊，你在这个中国这个扮演的什么的，你在这个两岸关系上，从一个现在这个是那个布林肯呢就讲的非常好。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现在美国就作为国务卿来讲呢，他的这个世界充满一个变数的时代。这现在呢，外交是至关重要的，是美国外交是至关重要的。外交是什么？内政是美国是内政是最重要的。美国的第一任务是内政，其次是外交，再次就是军事、国家安全，再下就是交兵，啊，就是要用那个武力来保护，保卫什么呢？保卫美国的本土。这些岛链重要不重要呢？重要。他就像万里长城，中国的万里长城，你说它重要不重要？它是一个摆设，它是一个纸老虎，它是一堵墙，防火墙。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在于你的国内的内政，你要把内政搞好了，国家你自己内政，国强民富国强，你就是最强大的防火墙，最强大的防火墙，啊，那么其次发酵外交，你和外交是搞什么呢？外交和各个国家都搞好外交，国与对于国家来说，搞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按照什么来搞好关系？按照联合国宪章，按照规矩，啊，大西洋的国家这个国家与国家的主权互相尊重、互相平等这么一个关系。
这是国家七十八条旗下才其次才是人民和美国人民和文化和交流啊，商务的交流，第三个是文化交流基础建设啊，第四个是自然环境啊，卫生啊，这个环境污染呢、啊、保护的，这是四个层次。我们说啊，美国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刻，乌克兰战争给我们上了一课，就是如果没有乌克兰战争呢，我们还大家还在模模糊对这个形势呢模模糊糊，但是这个经过俄罗斯把这个战争的挑，就是把这个北约东扩啊影响威胁到俄罗斯的安全了，这个形势就是爆发了一个战争，用战争的方法来解决这个冲突，这个就给中国大陆这个七十年来的这个内战没有停止的内战上了宝贵宝贵的一课，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游泳中学习游泳，也给美国处理中国这个台海两岸的关系上了宝贵的一课，就是以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个两个原来是一个兄弟国家也好，就兄弟自就是联邦自治联邦共和国也好，原来苏联1945年就想要以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三个国家啊一起作为一个苏联，要参加联合国的，现在分家了，分家的结果就像南北韩，就像南北韩一样，它变成了两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了，但是是一家人，血脉都相连的。但是乌克兰要把北约那个引进来，军事扩张引进来，就像南韩现在要把萨德系统那个引进来，就造成了这么一个危机感。所以北朝鲜就发展了核武器核武器，就知道了这么一个朝鲜核问题，也就造成了乌克兰这个和俄罗斯这个战争就爆发这种军事冲突，叫做惩罚性战争。这是这么一个原因。我们今天讲的不是这个，我们讲的是朱立伦来美国干什么了，美国应该怎么做，未来的这个棋子我们怎么来利用。就美国面临的形势，下一步形势是总的目标是什么，其次要干什么，怎么做，一步一步怎么做。我们说了，第一步我们总的大目标是投资，未来10年的目标就是招商引资、投资、合作、结盟、竞争。我们说白了啊，有一个说大白话，说普通话，说老百姓都听得懂的话，就是改革开放，就是我未来10年我要把内政放在第一位，把美国的内政放在第一位啊，其次是外交，第三个呢是国家安全，第四个呢是环境保护，还有这个卫生，这么是一个结构。那么内政是第一位的，内政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基础建设啊，经济啊，但是我最重要还是从目前情况下还是要投资，吸引国外的投资，就像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十年就是要制定一个政策啊，招商引资，全面开放，向各个国家开放，同时压缩军事开支，压缩军事的经费。现在这个经费在美国的来说，这个、军事开支太大了，是全世界占了把美国一个国家比全世界的军费都要高。邓小平在开始那改革开放初期就削减军队，降低军费，招商引资，门户开放，就是我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这个从那个字面上来讲，我不打仗了。那么也就是说，我现在呢，对美国来讲呢，你有没有这个决心，拜登总统啊？安东尼这个那个布林肯的那个国务卿，邓小平的方针就是这样的，我不能两只手又要抓军事又要抓那个经济，那我钱从哪里来呢？军费耗资如此之大，国民经济就劳民伤财了，就像。中国有个秦始皇啊，把国家统一了，但是他劳命伤财动员全国的国力来修长城。我们现在的军事就是一道长城，啊，就是美国的长城，对吧？我把边疆修到哪里了？修到中国的大门口，修到俄罗斯的大门口，就北约东扩，这就是我的美国的长城。这个就是在这些国家修建一道长城，保护我美国的利益，远在。千里之外的美国的利益，这叫我的第一道防线，是不是这个道理呢？啊，然后第二道防线、第三，所以我都把我的全国的国力，啊，国民经济的总收入的大部分都是用来修长城了。所以秦始皇呢，就国家就衰败了，就灭亡，很快很短的时间就灭亡了。现在美国呢，也是很快的，就现在就衰落了，因为这个军费的太过于庞大，过于把这个精力都放在这个军事和结盟上，或者是岛链上，或者这种那个消耗了美国的。你看阿富汗、中东啊，北不停的打仗，对吧？这个200多年打了几百场战争，啊，每年都在打的大大小小的战争，这刚刚结束一场战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外交的一个，就是说外交，我们第三的，就是我国家的任务是有三个，第一个是内政，就是啊，国民的生活啊，给他提就内政给他搞好啊，人民团结起来，城市建设，人民不断提高中国自己的综合素质。城市的不断翻新和现代化。第二个是外交保护我这个美国的成长生长那个建设的环境啊，国保持国家稳定，不要让别的国家来欺负美国这个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这是外交要搞的。第三个在国家安全，这军事上你10个舰队也好，那个什么航母舰队啊，现在来看没有必要养10个航母舰队。所以要裁军，这我的建议啊，我建议美国需要裁军了，我们不需要担任那么多的国际警察，我也不需要，就我担任军，美国是个军工复合体，我知道我这样的讲话来讲，会得罪美国的军工复合体这个大的一个大的一个资本大的一个资本家集团，一个大的金融集团。但是我们现在到了反省、检讨自己啊，对，检讨美国自己的政策啊，总结我们的经验啊，总结这个世界各个国家的经验。现在大家都在，北欧也在靠这个美国、日本、韩国都在靠美国这个核保护伞啊。我们只要一个核保护伞，现在过度的军费开支，影响到我自己的身体。就是影响到美国的经济建设和国家建设。现在别的国家都建好了，美国没有建设，美国变得落后了，这城市变得陈旧了，对吧？网络变得这个不如这个中国的第三城市了，第三线城市了，啊，所以这个是值得美国拜登总统，你这个作为一个领导，我要把美国建设的未来。给子孙造福，要建设成什么形，建设成什么样子？我们都是70、80岁的人了，行将朽木，上帝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要改变一个美国的新形象 ，image，new image， 给一个和平啊，和平的一个啊，善良的一个，能够创造幸福天堂的这么一个使者，一个形象，对吧？不仅仅是民主。
民主这个光有民主这个价值观并不能够代表啊你这个现代化啊，你管理的现代化你得在于你的效率，在于你的城市，在于你的综合实力，对不对？这个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就要看，所以呢跟我觉得特朗普说的话在哪些地方是说的比较对呢？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小小的台湾而丢掉了大陆这么一个庞大的一个市场，在这一点上台湾只是一个小圆珠笔的笔尖儿，而大陆是个汪洋大，它现在不仅是大陆，它现在一带一路，它还将来还会渗透那个它是个大海。那么特朗普这个比喻是非常，我觉得非常的 clear， 非常 exactly smart 啊，非常聪明的一个比喻。所以拜登总统，我们不能啊，对的，我们也要辩证的来看待特朗普的有些方面说，他当然他制定这个关税贸易战这个问题，他的局限性，他以为用这种方法能够使中国那个屈服压力之下能够屈服不打仗嘛，但是用关税来遏制中国的发展，啊，给你提高关税，提高进来的门槛，啊，让你多收点钱，让美国多收，你进来可以多收点钱，让美国多赚，但是这个损失的结果呢，这个政策，这个提高关税，货币战争的结果呢，是提高了美国，这个转嫁到美国的消费者手里了，实际上是搬起石头砸着自己的脚。啊，杀敌800，自损1000，就是这样一个得不偿失的一个过程。因为实践是检验这个特朗普前4年这个政策的一个标准。我相信特朗普总统现在也会明白了，那么全体美国人也都明白了，中美贸易战相合就那个相互这个以和为贵，叫和则两利，斗则两败俱伤，啊，这个原理我们啊，这几十年来通过这个中美接触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在已变成了啊，这个产业链当中啊，谁也离不开谁，你完全脱钩，你搞完全进入冷淡化，就变成了大清朝，啊，就变成了过去那个中国那个清朝时代大清朝。就会自己就自中国它积极开放改革开放，它变成一带一路啊，它就变成一个当时后来这个欧洲的那个文化复兴时代了，而美国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大清帝国，变成那个封锁自己啊，自我封闭的一个国家了，这样的结果是必然是走向衰败的。所以呢我们讲啊，这个道理呢就叫做围堵的方法呀，是最后损失的是自己，几十年的将近几十年的一个过程呢啊，从二战以后到现在这个实践的社会实践市场的变化结果告诉我们，围堵的政策是中无大用，言过其实，自己吓唬自己啊，是一张纸老虎，啊，第一岛链是个纸老虎，啊，你看那个欧盟北约是个纸老虎，他真正敢跟俄罗斯要动吗？俄罗斯说核武器一亮剑，哪一个欧洲国家能够成经得住这种抵抗冲突啊？你谁也经不住核打击的用了，大家越来越清楚了，我们人类越来越聪明了，就是发明了这么多武器，结果都是为了制造战争，就结果现在目的的是为了消灭战争，我们大家都要把心要放一放，按照规矩办事，而不是按照军事来办事。这个话说回来了，这个军事呢暴力呢是对一个内部是对待人民啊，有的时候呢他要维护一个社会的秩序，他可能会出现暴力，当然这种情况下呢也是
应该用法治而不是用暴力。但是这种枪支泛滥啊，因为用这个美国一个政策呢，以暴力还击暴力，用暴力来武装自己个人的这个权利，所以呢就出现了这种枪支泛滥。这个枪支泛滥的结果也是因为社会暴露了社会仇恨，暴露社会的矛盾的内部的矛盾的尖锐性。比如说我就说，比如说这个就现在学校的枪击案到底是为什么呢？是当时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有的是因为这个男女的情杀谈恋爱，这个关系处理不好破裂了，有的是这个为了一个教会里面宣读这个这个台湾民进党反对这个台湾的国民党啊，渲染这个仇恨，渲染这个仇恨，就爆发这个枪击案。这个总而言之，我们要提高这个全体人民的综合素质，不要让人民这个制造这些矛盾，制造冲突，特别是暴力冲突啊，这种时而采用暴力的家暴也好，社会暴力的话，还有种族暴力的话，这种都是一种啊反社会、反科学、反人类进步的一种一种现象啊。这种现象作为美国作为一个在社会这个全面开放的一个国际化的社会，特别要营造这么一个和谐的社会，所以我提出了一个民和主义，民和。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要新民，不断地用新思想、新的文化、新的科学技术来引导大家学习，来奋斗，为个人奋斗也好，为国家奋斗也好，经常问问自己为这个国家做了些什么事情。如果政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政府就是一个需要检讨、一个需要一个纠正的政府，你可以把它用选票来选下去。啊，这就是民和、民心主义、民力主义什么呢？人人都要监督国家的，啊，这个发展方向，啊，哪些能够使国家正常发展？现在拜登如果要是把军费还继续这么大的军费，啊，管那么多的外面的事件，啊，这个就是我们觉得开支不合理。美国的应该搞搞自己的国家基础建设，啊，我作为一个美国的新移民，我就给拜登政府、给特朗普政府、给奥巴马政府提出这个建议来。所以这叫人民的力量，是人民是没有这个，就是说是为了这个整个社会的全大家的利益来说话，而不是为我个人的利益来说话。那么你就应该听一听啊，讲的是否有道理？就像我今天讲的话啊，我们讲的话，这个讲的这个为了这个投资，那个 engage 的合作竞争。这三个就纲举目张，怎么样来招商引资，怎么样来团结人民，怎么来这个教育人民，这个提高这个适应这个社会的结果，我提出了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不是林肯这个民主民享那个新三那个民有那个三民主义，而是民和、民心、民力啊，让人民站起来啊，堂堂正正的站起来说话啊。我们要就是One nation indivisible and justice for all， 就是大家都要公平啊，每个人都独立的，就尊重每一个人的平等和自由，在法律面前的一个平等自由，而不是强调我自己的利益是有多么的比别人重要啊。啊，我对，不是像民进党一样，我强调台湾的是多么的自己的独立，要独立，多么要跟你抗中，我多么要维持自己，要另立一个国家。要行使自己的主权。美国说得好啊，啊，美国的形象应该更加清晰一点，不要像拜登一样，因为你做了一个郑重的承诺以后啊，美国一个是什么就是什么，啊，不能这个左右摇摆的，你今天说这个，明天那个，你就不知其可。一个总统说话就没有了权威。就言而无信，不知其可，老百姓就不相信你。美国人民这个都是看在清楚的，看着你这样的对台政策，你说不清楚，你并不是糊涂，你并不是因为78岁了而糊涂。
我这个76岁的人，我到现在，我觉得你不是糊涂，我觉得你比我聪明多了，啊！但是你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讲清楚。中国和中国大陆人，中国人共产党也好，中国人民也好，也要把这个问题认识清楚，透过现象，透过美国的一中政策给讲清楚，讲清楚了，美国的形象不但没有损失，而且高大了。为什么不讲清楚呢？因为中华民国这个名分，中国在联合国注册的一个国号国名叫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国名归属于谁？归属于谁？如果他没有归属，没人就没有争议。正是因为他有了争议，我们现在才两岸现在这个中华民国的内战一直打到现在没有打清打完，而美国在这里呢，是故意给制造了一个两岸鹬蚌相争的一个场面，渔翁得利，就制造了那个课题 topic， 让你们大家去争这一个国号。中国大陆说我不争，我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不争。但是本质上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代表的中华民国。你在为什么不争？你在联合国的席位就是中华民国的席位嘛？啊，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是一个政府，是代表干人民的，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席位。这个问题是 clear 的，因为谁来代表呢？周树凯1971年，周树凯那个蒋介石个命令着啊，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根本就中华民国没退出嘛，因为你1971年啊，2758决议生效以后，你蒋介石的代表失去了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利，所以说你说中华人台湾蒋介石代表代表中华民国的权利，从此作废了，就从此台湾不能再叫中华民国啊的代表了，你总统也不是名正言顺的总统了，你就是中华民国台湾省，就是中华民国的台湾省，啊，一个地方的领导人，啊，所以啊，那个蒋介石就说中华民国亡国了，亡国干，中华民国没有亡，而是你现在台湾不具备代表中华民国啊这个主权那个地位。你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台湾省 province 啊，这个问题，这个叫问题叫名字啊，定位啊，搞清楚了，大家就不争了。这个中国有句话叫做定名止争，就是明定止罚止割，就是这个名字，这个就叫这个市场上有很多兔子。卖市场很多兔子没人去买，可是森林里的野地里的有很多兔子呢，大家都去追，来一个兔子大家都去追，啊，或者是出现一个鹿，出现一个野兽，大家因为它没有主，但人人都可以去打的谁打的就是谁的，就像现在这个中华民国就没有主，现在流落在海外，流落在这个联合国之外，飘摇在联合国之外，没人要，啊，而大家都在争。毛泽东说的话，他一辈子没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完成国家统一，另外一个就是把中华民国这个国号丢了。好在现在的名称的英文还在，就是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就是人民的中华民国还在，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也就是说。毛泽东实际上告诉我们，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就是寻名择实，啊，建立一个真正的啊新民主义的，他说的新民主义，我说新民主义的中华民国，新民主义呢包括了三个主义，包括的不是民主主义那个，而是包括了民和主义。民心主义、民利主义，这就是中国现在的社会主义。如果你按照社会主义那个物质分配这个和阶级分配，美国的社会主义比中国的社会主义强10倍，福利条件强10倍。
那美国为什么不叫社会主义？美国民主党就是社会主义的党，就是搞这个大社会，搞福利这个党，啊。那中国比中国共产党还搞了个搞的福利更多，更那个什么，啊，所以，共和党呢是强调个人奋斗的，而对这个税收啊，对那个大资本家是强调保护的。所以中国人对美国的文化，对美国的政治来讲并不了解，而认为自己，因为这井底啊，井底之蛙的时候呢，就看不到外面有多大个天，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他不能够鉴别，就是在我们说呢，我们出来看了个世界之后，我们就能够鉴别什么是啊，什么是叫新民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啊，什么叫福利主义。啊，什么是国家主义？什么叫做国际主义？我们现在呢，就你没有比较的知识，你强调，因为你在一个范围内，你受环境的影响，你只知道天有这么大，你只知道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就叫社会主义，苏联那个社会主义不叫社会主义，或者是说，希特勒那个社会主义叫纳粹主义，也不叫社会主义。所以这个社会主义就像民主一样，它是一个泛泛的概念。他给造成了很多呢，啊，这样解释也行，那样解释也行，形而上学的解释，这样子是造成了很多误会，啊，我们今天讲的呢，就是讲一个，讲透了一个道理，就是我们要建立在啊，这个，我重复，真的还是要把这个拜，我这个可能还要讲，继续讲十天，在中期选举以后。因为现在拜登啊，只是拜登现在有效期，就执政的有效期是两年时间，从中期选举到未来的这个2024年这个中期选举还有两年时间，这两年时间我希望能够我们帮助别拜登成就一番事业，成就一个大的格局，成就什么大的格局呢？成就这个四不一无意，成就这个四不一无是战术上战略上来讲，就是投资美国，啊，协同发展，啊，第二个叫协同嘛，或就是这个第三个叫竞争，叫什么叫竞争呢？啊，就竞争就争取美国优先发展。我们过去搞的那特朗普搞的一套呢，就是也是特朗普搞的就是啊，这个搞的这个啊，投资美国。我断群了，就投资美国，也是要拉着中国也好，拉着各国协同，就是拉着各国都来投资美国，就强调美国优先。竞争就是要和竞争，大家我把那个 TPP 给废除重要，就搞一个单打独斗。没，特朗普犯的错误是在这里，他的方向呢也是投资协同，啊，竞争，所以未来2004年特朗普的重心。还是投资和结盟联盟和合作，我们叫投资合作竞争，啊，美国优先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那么现在呢，啊，2024年也好，现在的拜登总统也好，我们都要有一个新的更大的格局。中国搞了一个“一带一路”，我们美国要搞一个大美洲，就是按照地缘政治来找，以加勒比海这个为中心，这个圆画圆不是同心画同心圆，因为你现在看美国的南方啊，现在就是叫做就像这个改革开放前的这个中国广东一样，啊，或者这个老少边西部大开发老少边穷地区一样，现在还非常的落后，经济落后，文化落后，产业落后，生产力落后。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把生产力解放出来，把产业链给发展起来，啊，建立起来，构建起来，这个是我们一个课题。我们不是笼统的来讲投资，我们要有个规划，是吧？就是规划呢，就叫营销美国。我营销美国这个南方这个南方这个佛罗里达州这个阳光海岸，我要阳，对吧 ？Shining Sea 是什么意思啊？从佛罗里达。从台湾系到 from 台湾系 to Shining Sea American Shining Sea， 就是从中国的台海南海走到美国的
阳光海岸就佛罗里达州，这个是美国的国歌，美丽 American 那个 The Beautiful， 这个歌中唱了多少年 ？This land is your land, this land is my land， 这块土地是你的土地，也是我的土地。我们将来这个中华民国台湾人要成为美国这个 This land 那个这个阳光海岸阳光这个三零系的建设者。还有一个维护者、军用拥护者，这个就建立一个新的家园，这个就叫做我们一个大的格局，这个就叫我们的 American Dream， 就是一个每个未来的，就是那个新美国台湾人啊，这个一个美国梦，我们要帮助他画一个美国梦给朱立伦，朱立伦来了。他不是在这里寻求救兵、寻求保护伞、寻求上帝来了，而是寻求自己的要建立的一个土地，来看土地、来采风来了。你说的非常对，朱立伦说的对 ，We are back， 你回来了。你朱立伦原来在这里读的书，在这里培养了你，你现在回过去，你现在应该回过来建设美国来。这个叫做 We are back，We are here 是像大海这样的，我们现在站在这里。因为这块土地的原来也是我们的祖籍国，印第安人也好，我的外婆也好，都是在美国，知道吧？我们爱中国也爱美国，这个也是我们的家园，这叫同心同国共建家园。我们将来叫做美中人民共和国也可以，叫美利坚中华合众国也可以，对吧？这个问题，这个名称都不重要，关键是你在于你自己的目标在于什么。你如果是为了台湾独立、台湾分裂而去死、去上战场、去像个去成立亚速营、去打中国人也好、去打自己人也好、打自己的中国国民党也好，那都是死的，就轻如鸿毛，就像在乌克兰战争当中的死去的人们一样，那是我杰伦斯基啊挑拨这个民族这个之间的矛盾、内部矛盾，让人与人这个斗争，啊，自相残杀，兄弟相残，对吧？这个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我们今天呢讲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去指望谁能够改变中国现在的这个制度啊，也指望着他这个也不要想改变中国现在制造的一带一路的环境，啊，我们跟你说，就是关键是你自己的实力发展的怎么样，所以我们关键就把精力和主要的，包括把我们将来的防务费用、军费减过来，减知道把它重心转移到美国的建设这个，建设南方建设或者大美洲这个共同体，啊，经济共同体大市场，我们建立一个将来50年、100年，我们要建立一个。第三大市场，原来是欧洲大市场，现在是什么亚洲大市场，一带一路现在就发展到一带一路共同市场，然后现在美国被边缘化了，不要紧，我们另辟蹊径，我们搞一个大美洲啊，亚太啊，跨亚太这个大市场，现在亚太市场比欧那个太平洋那个泛太平洋市场。要强大得多，那么我们将来这个美洲大市场呢，就把这两个的市场呢都给它兼并起来，就把它们优势都发展起来，就变成一个啊，泛美，对吧？泛美洲，对吧？大市场，啊，共同市场，对吧？我们拜登总统，您78岁、79岁，啊。我今天过两天就76岁，我们给未来的美国人、美国未来的美国人才、未来来到美国的世界人才、未来全世界的人才，指明一个方向。我们要建立一个大市场，世界上有三大市场，将来就是第一大市场是原来欧洲市场，现在已经衰落了，现在正在兴起的是亚洲新兴市场，啊，以中国为那个引进的一个新兴市场。将来是以再兴起的一个共一个兴起一个第三国，就是
大国的崛起，就大市场的崛起，大循环的崛起，就是加勒比或者泛美大市场，啊，这个大市场，我是这么这个设想的一个结构了啊。拜登总统也好，特朗普总统也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对吧 ？We are together， 我说了一个 T2 together 啊，是吧 ？Idea 一起向未来，对吧？我们也 go on we go。就是这是我们的一条路线，一个 my goal， on my goal 是就是我们的 goal 就是 it's simple but ambition， 就是我这个理想虽然很简单，但是很宏伟，对吧？这个叫 ambition 嘛，对吧？那么这个我有具体的一些方案，大家我再重复一下我今天的发言的提纲啊，美国政府啊，面对的是国家。外交是国家，美国内政是面对的是美国人民，内政是美国人民。我把你台湾关系法设立为美国人民这个美国国内法，我就是看得起你美国台湾这个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台湾也好，那个中国的台湾人民也好，我看得起你呢，我把你当成你建设未来美国人民的力量。美国建设美国家园的力量，啊，我不可能去干涉，为了你去干涉中国内政去解放台湾的问题，而我可以帮助你啊，解决你到美国来建设美国的一个问题，这就叫唯愿，我引蛇出洞，我以希望你来美国来建设美国的家园，你到日本去我不管，你到澳大利亚去我也不管，你到中国去也不管，但是啊，你愿意到美国来。你在美国来参加建设，不要去搞在美国搞什么啊？台湾长老教会宣布仇恨，宣布仇中，宣传阶级斗争，宣传那个民族仇恨，自我窝里斗的民族仇恨，这是中国的文化一大弱点，一大劣根性啊！你把这个中国的毛病你要改掉了，不要把那自己啊，还在教会里打，把自己牧师还把自己打扮成上帝的。那个就使者，这简直上帝的这个这叫什么呢？上帝的那个叫魔鬼，啊，在美国教会里的魔鬼，什么叫犹大？就是美国的犹大。这里呢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作为美国来讲哈，不要因为失去了一个圆珠笔的笔尖儿，这个就特朗普说的圆珠笔的笔尖儿，我。就还把台湾还给中国，不要因为失地因小失大，我是因为失掉了这个台湾，让中国统一了，中国可以更有力量来帮助美国来建设。因为台湾的光是一个芯片，而中国大陆是基础建设，航天技术是干净方面，包括人的民心都向归宗大海，都面向大海，就走出来，不要只是面对黄土地。应该走出来向拥抱五洲四海，啊，所以呢，我们用一个小小的台湾，啊，这个诱饵调动了中国这个大鱼，中国是个大海，啊，在大海里钓到大鱼，这叫姜太公钓鱼，我们放长线钓大鱼，就是钓这个中国这个大鱼，啊，中国让他就心甘情愿，啊，堂堂正正，啊，那个浩浩荡荡。来美国参加美国的建设，在美国建设起来了啊，中国也成就了中国呀，因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大市场，对吧？这个一个大循环，这就是一个大循环。我们就是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统啊，作为一个政党的一个主席，就是要营造一个大循环、大市场、大环境和就是环保的自然发展、科学发展一个大环境。大世界大格局啊，我们现在呢是干什么呢？我们就想方设法用商业的角度来讲，就商业，我们来包装美新美国，包装我们的 idea， 包装那个拜登这个，包装那个拜登这个对华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宣誓，我们给他宣讲，把它具体化，这个具体化就是什么？这未来的十年就是具体化是什么？那个跟因为这投资呢，你们
因此，因此人们呢，因为那个投资，那么协同呢 ，engagement， 啊，这个 commitment， 对吧？你就是大家要遵守这个承诺，我们要去信守这个承诺就是什么？我信守你承诺，你台湾人可以到这个台湾关系法 ACT， 我信守这个承诺，你愿意来，我保证你到这里来投资，按照美国人这个待遇，啊，移民的待遇，那来的就是建设者，那来的不是一个，来是一个破坏者，那不行，对不对？你来的是在这搞的宣言仇恨的，宣言在这个搞这个把那个在这里搞一个搞一个什么什么武装集团拿枪的，那个宣言这个破坏社会安定，这不行。你要参加建设哦，那 we are come， you are welcome， 对吧？啊，所以竞争呢 ，competition。那我和中国竞争的第一步就是定名，把你定位。定位就定名指中，告诉你，现在我就堂堂正正的告诉全体中国人民，两岸的中国人民，中国在联合国的名称注册的名称叫中华民国，谁也不要争了。台湾去争什么中华民国台湾？中华民国台湾省 OK。Exactly， 对吧？这个是非常正确的，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你也别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个定位2758定位就是这么解决的。OK， 把你的领导地位，把你的省的地方政府的定位 ，it's clear，it's balance， 这个现在这个平衡了，平衡了还争什么？你打什么仗？你为谁而死？你打的台湾为了台湾独立而死吗？你为台湾 independence 台湾 independence 吗？你台湾不是殖民地啊！你台湾1945年你就回归的那个这个中华民国了，对吧？所以从蒋介石也好，你对不起蒋中正，也对不起中华民国的宪法呀。啊，这个问题就是今天我在最后简短的结束里的时候把这个说出来了。然后呢，具体怎么做啊，具体怎么规划，你现在不行啊，现在很多人台湾人都想，你给他想都想不过来，就连最先进的现在张亚东也好，马英九也好，朱立伦也好，他不接受你这个概念啊 idea， 你要把你这个概念啊慢慢的掰开揉碎的引导他们，谁来引导？我来引导行不行？不行，我不具备这样的实力，我也没有这样的号召力，但是不一样啊，美国总统就不一样啊，啊，那个安东尼就不一样，安东尼那个国务卿那个布林肯就不一样啊，你们说一句话啊，顶我10000个人大喊在说这句话，我大喊，对吧？那个拜登说一句话，朱立伦要听，蔡英文要听，习近平也会听。全中国人民都听，这个样子你在说话有威信的，言而有信，行必有果。你真正做到的是按照这个事不因为事不因无意，还有这个框架来做。你真正把台湾还给大陆了，还给中国人民了。这个问题迎这个中美关系迎刃而解，不但是两岸一家亲，中美一家亲，啊，这就是。Arab Ocean 的 idea， 啊，这是 Voice of Arab Ocean， 就是大海之声，啊，所以呢，这个呢，我希望呢，今天我在这里呢，今天是6月6号，6月6号这个，如果要想到1966年的6月6号，那是宣布了这个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啊，后来就6月18号呢，宣布废除高考，那时候我是一个中学生，19岁的中学生，后来。我就当场就说了一句不好，6月28呢就把我打下乡，打就发配到农村去了，啊，接受评价农村再教育。我希望6月28号这一天以前，或者7月1号的时候，7月1号不是香港回归吗？我希望6月28号以前宣布，也即将北戴河会议的时候开会的时候，就宣布收复台湾的一个解决方案，中美之间，中美的领导人之间，来进行再一次视频对话也好。经过这个啊，这个密使来沟通也好，或者是习近平亲自到美国华盛顿来也好，来谈这个事情。如果大家有这个意识，有密使同意了，啊，有特使同意了，
我们就中美之间达成一个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台湾关系法，美中台啊 ACT， American Chinese Relationship， 啊，就是将来我们在台湾这个问题，台湾这个土地这个领土是归属于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权，台湾人民可以啊到美国去参加美国的这个三个计划嘛，投资，到美国投资，到美国去参加合作去办厂，到美国参加市场竞争，啊，可以共建家园，叫同心同国共建家园，这叫 T2 idea together 啊。Nation by nation, United States by Chinese, Republic of China, side by side, 对吧？我们呢，together 一起向未来。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thank you, President Trump, thank you, President Joe Biden.Thank you, Anthony Blinken. Thank you, everybody.